主人给了三只鹦鹉一粒花生，并由中间的鹦鹉剥落抢到。然而左右两边的朋友发现他手上的花生以后纷纷去抢，却都被灵活的剥落躲开了。正当他以为结束争夺时，却被一个左右夹击包围，不慎将花生掉在地上，让他整个大走心。